感谢二位的精彩表演，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《学梆子》，表演者谢金、李云杰，掌声有请。终于看见一个正常人了啊！怎么还正常人？刚才那帮学费谁来的？人家这个头可以是吧？多新鲜呐！啊，比郭德纲都得高。对，这啊，确实啊，谢谢大家吧。尤其您来了听相声，就是图一乐，图一开心。哎，刚才人家二位说的也非常的精彩，多好啊！一个叫刘九如，嗯，还有一个叫孙九香，哎，孙尚香，对，孙尚香，这个娘们儿。没听说过孙尚香讲话，孙九方，孙九方，孙九方讲话，孙九香，哎，孙九香，二位呢说的很精彩，嗯，给大家说了一段比较正能量的一个作品，对，啊，您怎么听出正能量了？在德云社都是说的这些过来，确实啊，尤其什么的，过去的这些个传统的作品啊，保不齐啊，中间啊，包括里边啊，有点这些个负能量啊，啊，这些个糟粕啊，这叫糟粕。哎，但是作为年轻演员呢，尤其像他们哥俩，非常的好，是把这些糟粕呢都去除出去，哎，应该去掉，哎，再加入一些更糟粕的东西在里面。那就更糟粕了。哎，俩人你托我，我托你的，什么什么光腚的是吧？什么玩意儿？这俩 gay， 这那个 gay， 什么词儿啊？这俩 gay， 什么叫 gay？ 没听说过。这俩就是男同志啊，还是 gay？ 男同志讲话，男什么？那叫什么呀？这不是俩不是男同志吗？男同志啊，对呀、啊，是男。男朋友是吧？这是他说的啊。这是两位非常优秀的演员啊，表演的很精彩。哎，下去稍微的休克，休息休息。休克，好，下次就死了是吗？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。嗨、哎，还实现了，早就该死。确实说得非常的好，尤其这个九字科的呀、啊，有很多优秀的演员。嗯，你像这个孙九香啊、哎，刚才您说的那个，还有那个孙九芳啊。还有上九溪呀、啊，哎，下九流啊，对，这些个不是玩意儿的。对，下九流是最优秀的，是啊。郭德纲培养的下九流吧？没听说过。郭德纲是上九流，哪有下九流啊？叫九字科吗？九字科也没有这下九流，哎，没有。对，反正总而言之吧，人家九字科里边也算是比较好的，嗯，是吧？这场你看，给我们二位公分上台了，该我们俩。哎，我们就不是什么九字科的呀，双、嗯、字科的呀、嗯，哎，这些个小份儿的。哎，您是小字科的是吧？没听说，你管上小学叫师哥是吧？我没辈儿的。哎，你辈儿不小，大伙儿可能不了解。啊，你要死着了你！我的辈分一说出来，真的跟我的体格一样高，真的啊，高还是虚啊？真的，我是一个文字辈的。哎呦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尤其报幕的，刚才一介绍了谢金，哎，啊，还有这个乐，这个为什么这二位呢在一块上台表演？喂猪来了是吗？啊，你应该你自己喂自己，你这是啊？什么叫乐乐呀？你这是？你叫咱不是有名字吗？啊，云字科的。哎，对了，啊、你叫乐云乐。乐云乐没听说过这名字啊，大家都知道有。大家都知道，他叫李云杰。对啊，有没有掌声？哎，有掌声。李云杰是云字科的，云字科的有很多啊，尤其是最有腕儿的。谁呀、啊？最有名的就是我们那个德云社的颜值担当啊，呵，岳云鹏。对。岳云鹏颜值担当啊！岳云鹏他长得多帅啊！哎，那脸长得跟屁股似的，跟刘九如那病似的。怎么着？刘九如这病你是经常看是不是啊？我先恶心，你像话？我看看你这病的。哦、人岳云鹏长得也挺优秀，确实长得那模样，你听是吧？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就是岳云鹏那脸跟那屁股还是有一定的区别，有什么区别呀、啊？仔细的观察就感觉，哎，跟屁股有区别，什么区别？踏中间那个事业线，我太傻，事业线在这儿像话吗？那我蒸蒸日上挺好的，这儿叫蒸蒸日上。别拿他开玩笑了，确实岳云鹏很优秀，嗯，是吧？你包括张云雷，对、
啊，还有孔云龙啊，了不得，对不对？嗯，这都是优秀的演员。是，您也非常的好。我跟那几位比就差点，哎，这倒是差得很远。对对对，我让你捧我了是吗？没有差得很远啊，真的。这云鹤九霄，龙腾四海，您听这名字就知道是郭德纲门下的弟子。尤其是这个，怎么听那么脏呢？这个郭德纲他本来就不干净。郭德纲哪儿不干净啊？哪里不干净？哪儿都不干净。你要不想干，你别带着我好不好？跟大年底的你净找事儿了。不行，我就得带一个云字哥的退出。别退出，得饿死是吧？肯定饿死了，现在就一定要饿死。郭德纲门下的哦，肛门弟子。那个挺骚气呀，这是郭德纲。门下的弟子，哎，对，郭德纲没有肛门。对，这个，对啊，那郭老师起改个名字了。哎，郭德纲应该叫郭貔貅，是吧？哎，这回就知道他儿子为什么叫郭麒麟了，是吧？一家的神兽，郭飞扬叫郭饕餮，你以后叫你赤眉王羊。你看，你不是给我起叫蟑螂多好啊！你是臭虫，我叫小强，行吗？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这您说的都不挨着，是吗？就说你是郭门弟子，我记得是反正郭德纲，反正这仨字儿你得选一个门，选一门。对呀、啊，于谦嘛，不是于门弟子？哎，于门弟子，对吧？对，郭德纲嘛是郭门弟子，对对不对啊？嗯，人家云鹤九霄，龙腾四海，人家现在飞黄腾达，哎，了不得了，对吧？刚才放屋子一说我了，哎呦，谢金，嗯，你看大伙一听这名字谢金，嗯，你说你说人家这名字怎么那么干净呢？为什么？啊谢金哪听不干？哎，你听，你看谢金，你看人家中间就没有这些个云鹤九霄啊，龙腾四海呀、啊，没有这些个脏字儿。这叫脏字儿，那叫啊？您家我也给您加个字儿啊，我家谢小金，我怎么又改小四车的？你小字儿，你管我叫大爷是吗？以后啊，大爷。没听说过。确实啊，因为为什么我的辈分比较大呢？说因为我这个出身呢就比较高贵。哦，您出身比较高贵。哎，这我的血统，我的那个您什么血统啊？我血脉呀、啊、哦，真的啊、哦、您有我的血脉。出身高贵吗？哪一点？就你哪一点看出来高贵了？长得跟猪站起来似的。有点糟践猪了，所以马上你看，你看这您瞧这胡子，您瞧瞧啊，怎么你看长得跟那耗子成精似的啊？对对，外号叫硕鼠，知道吗？啊，不是，就说确实因为什么呢？我父亲啊，这辈分也比较大哦。我父亲是谢天顺先生，哎，老先生了。哎，过去也是这个宝字辈的老演员。哎，对，您父亲是老宝子，对对。然后带着你挣钱去，是吧？您可不能那么说、啊，哎呀，我们这玩意儿卖得出去啊！您跟花说的，我都没人要吗？有人要吗？我、哦，哎，大哥口味好重啊！这老大哥好吃这个、啊，跟那俩一样也是这个、啊。有喜欢的呀？喜欢他的，确实非常好。就是说，还是说我呀？啊，您。我这个相对来说辈分，我比他大两辈儿。哎呦，这没错吧？比我大两辈儿，这你实话实说没错吧？没错没错，不是说瞎话。对对对，对了，您比我大一辈儿是爸爸。哎呀，大这么多呢？那这大两辈儿是孙辈。哎，这儿等着我。废话，咱还惦着等我说爷爷。哎呀。又给抄了去了。哎，确实啊，跟李云杰我们合作呀，也是临时搭档。对，岁数啊，边边大，差了个一岁。嗯，他比我大一岁，我比他大两辈儿。是啊，这都什么辈儿啊？是吧、哎？反正我们这个辈分呢，就比较乱，就比较就是挺乱，是不是？乱。但是呢，有哪乱？哎，但是我们私交啊，关系也特别的好。哎，跟人家云杰老师也学习知识，学习能力。您这儿客气，四门功课说学都差，嗯，人家样样都不咋，都精通。说清楚，样样都精通。哎，我继续努力。尤其拿这个说来说吧，
说个大笑话小笑话，打个灯谜，猜个字印儿啊，这都是说。哎，对，而且要求演员嘴里边必须得干净，每个字儿都得送到您的耳朵里。过去说相声练嘴皮的有这么几句，哎，您给大家说说。说花200块钱买一小猪，滋滋喝水，胳膊胳膊吃豆，接着墙头扔出去，滋的一声，您猜怎么着？死了。干净利索，对吧？好啊，所以说你这个基本功都得会，都得学。对呀、唱是什么呀？啊，太平歌词。哎，太平歌词走的是韵味，走的是鼻音啊，这鼻音。我跟您学一学，您把鼻闹死了。太平歌词啊，主要听的是这个鼻腔共鸣啊，口腔共鸣啊，胸腔共鸣啊，对，盆腔共鸣啊。哎，对对对，就不要再往下了啊。从这儿往上就行了，往上走了。哎，对，气沉丹田啊！您不用丹田，您现在这气力就够棒了。来，我给您学上两句啊。主要听这个后边这个鼻音啊，天为宝盖，地为池。有没有点鼻腔共鸣的感觉？哪位带着开塞露的是吧？你要来瓶开塞露就更痛快了。没有多大的，像您这玩意儿便秘的腔的玩意儿啊，说、这个味道。嗯，天为宝盖，地为池，人生世上浑水的鱼，父母养儿鱼拴着子，子孝孙贤水养鱼。弟兄们要相合，是鱼儿傍着水；妯娌们和美儿，水儿傍着鱼。人生在世非容易，那气化清风，肉化泥。龙游浅水遭虾戏，那虎落平阳被犬欺。得了势的狸猫换四个虎，落了魄的凤凰不如鸡。猛虎岂在当道我，那昆龙也有上天时。攒下了金山翠命的鬼，叫下了朋友是护身的皮。我劝诸位没有钱别卖您那看家的狗，有了钱就娶那李云杰的妻。哇，钱都把我媳妇给压出去了。哦，现在你媳妇都不要钱了。我亲戚压根也不要了。哦，免费。嗨，其他的不要没有我媳妇什么事儿。哎，就是说呀，这太平歌词，嗯，这是过去老祖宗传下来的。哎，对，对吧？然后这个郭德纲先生啊，经过了改编一些这个曲调啊，嗯，广为流传。哎，你看传开了，大家更容易去接受。嗯，这是唱。其他的都是学唱的，那太多了。京平梆啊，小曲小调啊，哎，作为年轻演员都得会，都得学习，应该学习。尤其这个梆子，哎，我个人来说比较喜欢。咱们全国各地梆子种类很多呀，哎，尤其梆子，我在梆子界有外号啊、哎，还有外号啊，当然了。您在梆子界怎么称呼啊？梆子大王。哦，说半天，我听说这个什么梆大王，梆大王就是您，哎，您就是这个梆大王吧？哎呀，没有那个爸，知道吗？没有那么长寿。喝了不起呀、梆子我比较喜欢，分很多种吧，河北梆子呀，是吧？菜梆子、老梆子、老梆子呀，没有啊，西梆子、山西梆子呀，对呀、反正都有，河南梆子、河北梆子，哎，而且不同的梆子呀、唱腔都不一样，哎，这各有各的味儿，不光是唱腔不一样啊，您就拿这个念白来说，这念白呢，就是说话呀，啊、也不一样啊，这有什么区别吗？都带有口音。口音，你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字吧，啊，君臣人们一根棍，哦，这要是河北梆子，基本上就是普通话啊，君臣人们一根棍，哎，对了，哎，您到了陕西了啊，陕西梆子又叫什么呀？啊，又叫秦腔，哎，对，哎，他一念白呢，特别的有味道啊，是啊，这个陕西梆子一念这几个字啊，您再给学学，君臣人们一根棍。好听，群臣人们也认为，现在那么好听。
到了山西了，山西帮我又叫晋剧。哎，对呀、啊，他走的是鼻音，鼻音呢、哎，念这几个字也好听。您在这学，速度稍微的快一点。他呢，我给您学学。今天也没烟味，今天也没烟味。哎，你刚才那歌儿更浓了。陕西帮的秦腔吗？啊，有这么一个代表作品，那是叫《蝴蝶杯》哦，《蝴蝶杯》又叫《游龟山》啊，这是老戏了。这其中有一段啊，有一段说的什么田云山啊、田知县啊，跟他的这个夫人有这么几句唱哦，叫夫人你莫要心宽意满，哎，难道说你忘记了大祸滔天？哎，藏宝杯、拜花盏都是扯淡，打死了卢公子，谁把命填？啊，就这几句，我给您学一学。您得来两句，我们听听像不像这味儿？设备差一点，怎么不是特别的？要不您，我您来我这开塞露，您尝尝啊。小夫人，你莫要心怀意满，难道是你忘记了大祸滔天？藏宝贝、拜花盏都是扯淡。因为要求这个鼻腔共鸣啊，必须得很严重。哎，这丁果先生唱的最好。对了，你要想把这个山西梆子唱好了，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。哪点啊？你必须得有鼻子。这个要求太高了，太高了。得有鼻子，你光有鼻子还不行，那得有什么呀？还得有鼻眼儿啊。有鼻眼儿有什么？那个得有鼻涕，得有鼻子，闪进一点。哎。翻吧，其中有这么一段绕口令，叫两个妞妞哦，我给您学，您再来了，你听听。下来无事啊，吓我一跳，这吓得死胖子一跳，死胖子变活胖子，没听说过。您这头一句什么词儿？这是闲来没事儿啊、哦，闲来没事儿，一唱就这份儿了。对了，哦，啊，你唱的比我好、啊。下来无事，大街游，在大街看见了这两个妞妞，大妞妞赶着一群牛啊，二妞妞牵难着这两头小牛啊，大妞妞赶牛牛惊了啊，碰到了二妞妞这两头小牛，二妞妞这里破口将他。牛满街害羞，大牛的手是皮鞭将他打呀，直打的二牛牛头破血流，二牛的公堂名冤死啊，遇见雷大老爷他也姓刘，刘老爷拆开刘半头啊，你到这个大街上捉拿大牛啊牛啊，大牛的拿到大档口啊，头破血流啊，哪一样啊，哪一样哎呀，哪一样、哎呀，你们学的惟妙惟肖，哎，真有功夫。哎，你看这个都得有鼻腔功夫。哎，好听啊！你包括河北梆子啊，河北梆子大伙都知道啊。嗯，其中有一个代表作品。这是大伙儿可能都了解了，啥？郭德纲先生曾经唱过一个。您把这字眼说清楚了好不好啊？叫什么呀？啊、叫色狼探母。对，色狼探母，像话吗？哪有色狼探母？一个呀，四狼，四个色狼。哎你好，哎，是团购拼多多啊。哎四郎探母啊，杨四郎，哎，这个唱出来也特别的好听。是啊，我给您学一学。您学哪一点？河北梆子啊，叫小欢子。哇！你别看啊，咱今天这设备啊，稍微的啊，不是很佳。叫小欢，哎呦，我给您学。您行吗？
上得去啊。那当然了，上得去各位观众朋友，咱们给他鼓掌，鼓励鼓励。当采飞鸽之势，燕赵门燕赵之地呀。您还惦记这事儿吗？哎，那多新鲜！惦记十多年了，这都存性啊，都得会，都得学。哎，来来吧，王一学呀，嗯，一见钟之大领巾，不由浓浓心心间，站立宫门就笑风啊！哎呀，开塞路得常说，哎呀。得会都得学习，嗯，对吧？你比如说到了这个河南了啊，河南梆子，河南梆，河南梆子也得会。对，河南梆子就叫豫剧啊，唱的好的叫谁呀，啊？嗯，这个长湘玉。哎，对了，马金凤，你看看，这都是名角啊。哎，对对，马凤英，先把马凤英干嘛呀？马金凤，五大名旦，这都是唱的好的。嗯，你其中有这么一段吧，叫什么呀？谁说女子不如男？那是长湘玉大师代表作呀，我给您学唱几句。花木兰，哎，对了，花木兰，您来两句，你学学。柳大哥江花里台天，谁说女子不如男？男子打仗到啊边关，女子纺织在家园，白天去种地，夜晚来放鞭，不分昼夜，辛勤把活干。我们女子们招你们，惹你们，牵你们回村地呀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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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女人啊顶半边天了，对呀，翻身做主人了，嗯，做男人的主人了，对，现在又全做天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您唱的真够味儿，咱得罪不起，学得像。所以说呀，都得会，都得学习。嗯，你比如说过去啊，有这么一个呀梆子，特别有意思。哪个梆子？叫白话梆子。哎，什么叫白话梆子？现在基本上已经失传了，您听不见了。全世界打听打听啊，会白话梆子的就剩一位啊，哦，哪位呀？好家伙，这位是上回上班，您是汽车压死的是吧？啊，还是屈死的这是啊？电车压死的。您这什么模式？就剩我了啊，就剩您了。哎，剩下的呢都得弄死。哎呀，那明天就弄死你是吧？啊，哎呀，那意思您得给来两句。这白话梆子一般的轻易啊不好唱哦，而且唱完以后啊，唱词太文雅，嗯，一般人听不懂。嗯，必须啊，这个学历啊得拿到博士后才能听得懂。您什么学历啊？那当然了，得拿到博士后才能听懂。您是？我们，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。哦，那就是没有学历。德云社这个相声演员，您可说错了。德云社现在啊，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基本上都是高学历啊。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大学本科毕业。你不怕遭雷劈啊？怎么遭雷劈？郭德纲什么学历啊？说郭老师他说呀，郭老师，郭老师什么毕业呀？学霸，小本，小本，小本是什么意思呀？哦，郭德纲那个倒是像小学。郭老师初二，初二。郭麒麟呢？初二。郭飞扬呢？还没上学呢。对对，老郭的刚才初二还是个坎儿，对呀，哎呀，所以说你这是你什么学历？我这您就不知道了，大学本科。您啊，我正八百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。哎，我看你这个形象早就该政法了，真的。别来吧，这枪眼在这儿呢，枪眼在头顶呢，没听说下边机密的你，哪儿的事儿啊？在后边儿。哪有机密什么事儿啊？主要就是您是政法大学，我政法大学呀。哎呦，那反正基本上博士后才能听得懂。可以啊，你要听不懂你就问我，没问题，可以吗？看来够高深的，各位呀，您又做个笔记呀。哎，录个像啊，您回去来个资料。那谢老师这个作品比较难，对吗？我给您唱一唱。哎，对，挺好，我给您翻译翻译啊。不会不会，你就问我。好嘞好嘞，您这带着古汉语的成分。呀。回光返照的腔儿，那个是啊！我出了打开赛路就得要死，这玩意儿现在还能流传吗？这个
听不懂对吗？失传就失传吧，这个。才疏学浅呀、啊！不是您这什么就这是？前仨字有孤王啊、哦，有孤王，孤王就是皇上，这是文词儿。文词儿有孤王坐椅子，吉年辈儿朝后。嘿，这词儿还真讲理得呀！啊，有孤王坐椅，吉年辈儿就后辈啊。朝后，皇上坐椅子，吉宁味朝后。哦，那咱老百姓呢？也得朝后。他多新鲜呢！听听这个，咱听听吧。要国王坐椅子，吉宁味朝后。他腔儿，你听着那么嫩的不？头重上，脚重下，脸重前度。不是废话。走三步，退三步，如同我走。吃一口，拉一盆儿。怎么样？连盆儿都不够。一会儿又接着乙流，哎，支气管、支原体的，您这下来就流产了，完了保不住你了，你确实啊，这个，哎，我道歉吧，这照这意思，我是你儿子，哎呦，那您特别开心吧？谁呀、啊？啊，对，我比那辈儿还生了一个，你看看，下回你就扣我吧，我揍你了。确实啊，这个这两天嗓子呀。可能是气候的原因，这儿也挺凉的。哎，今天也正式降到在零下15-16度了。哎，昨天还相对来说暖和一点，对，是吧？今天可能开始正式的，昨天就有点下小雪。嗯，反正希望大家也注意保暖吧。对，希望大家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的、嗯。祝愿大家身体健康，祝愿大家万事如意，祝愿大家大发财源。观众依然是这么热情，也祝愿你啊，祝愿我啊，希望你祝愿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他不往后说了呢，来俩字儿，我以为后边还得说一句呢。祝愿你，哎，祝愿，好好保重你的尸体。对，哎，我死了你就成孤儿了，对吗？啊，咱俩就互当爸爸了。哎，这黑好家谁也跟抢。确实啊，尤其啊，跟老李合作呀很少。李云杰人家嗓子真是唱得好，打小彩唱，大伙儿欢迎他来唱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我给各位唱两句二人转。好，你怎么唱完转？对，你唱这边的啊。谢谢啊！叫河里的接着唱，是吧？要学。